为大家介绍巴克的受难曲。今天来到第五集，除了我 Kelvin 之外，也都有一位嘉宾，其实一直都参与我们这个预备的，就是星飞合唱节的音乐总监林浩恩 Dominic。大家好 ，Kelvin 你好。你好啊，你好啊。今次咧就由表演台请你过嚟啦，其实都可以大家讲一讲就系呢一套作品嘅一啲特色，因为我相信咧音乐家你哋系亲身去演出啦，或者系去总唱啊，去演奏啊，那个感觉咧一定系特别深刻嘅。其实系呢两套受难曲咧，对每一个我哋演出者嚟讲咧，个心情都好似有过山车咁样，会好多嘅感受嘅。咁呢兩套作品都係我人生入面其中最中意嘅作品。咁同埋一講到音樂表達咧，我知道你亦都特別咧想揀咗當中嘅一段頌讚歌，或者係原本嘅會眾詩歌啦，係同我哋咧去帶出當中氣氛嘅不同，有兩個示範。冇錯，咁其實頌讚歌咧係當年演出呢啲受難曲嘅時候咧，咁係喺一個崇拜入面啦，係希望可以帶呢一個嘅信眾去翻一個現實嘅感覺，等佢哋可以去有翻一個內心嘅反省。咁而今日我哋呢一個大家會聽到嘅頌讚歌咧，就係耶穌交出靈魂之後嘅一個頌讚歌。咁我哋首先會演出第一個版本，就係會有合唱團同埋樂隊一起演出，呢個係比較常見嘅手法嚟嘅。就係嚟自聖馬太受難曲當中嘅，咁都請你為我哋預備一下。多謝 Dominic。唔使係。咁我頭先聽到呢一段嘅頌讚歌咧，咁當中唱出嘅內容就係我終須離開塵網，咁都好似直情有一種say bye bye 咁樣嘅感覺噶啦。咁而聽到嗰個版本或者個演出嘅形式都係我係比較習慣聽到嘅，就係有樂器嘅伴奏嘅。咁但係你帶嚟嘅另一個版本或者一個比較咧，你想拎走個樂器伴奏係咪？係冇錯，我嚟緊大家會聽到嘅版本係一個只有合唱團自己演出，而冇樂器去幫佢哋嘅版本嚟嘅，咁可能呢一個演繹方法咧係有啲爭議性添嘅，因為的確冇咁常見啦。咁但係我好想去做呢一樣嘢嘅原因係因為我覺得喺咁多個頌讚歌入面，尤其呢一個嗰個內心入面嘅一啲反省或者嗰個交戰係特別重嘅，咁所以我反而想用呢一個方法去大家回歸最基本，只有一班人聲。佢好細聲，佢咁樣好似真係同自己個心傾緊偈。原來嗰個感覺，即係對於死亡嘅一啲反省，又係啲咩咧？咁而下一個樂章咧，就係話耶穌交出咗靈魂之後，突然間風雲變色，所有嘅景象都唔同咗。咁而觀眾喺嗰一刻咧，你又會聽到喺個配器上邊或者傳道人佢唱嘅呢一個方式咧，又有同之前一個頌讚歌情緒上好大嘅差別。咁不如咧，我哋又聽下當中個效果。
Sehr ist ins Verstehen von oben an die Sonne raus und die Erde bebt an und die Felsen glitzen und die Gräber täten sich auf und stunden auf die Leiber die Heiligen, die da schliefen und gingen aus den Gräbern nach seiner Auferstehung und kamen in die heilige Stadt und erschienen vielen. Aber der Hauptmann und die bei ihm waren und bewahrten Jesum, dass sie sahen das Erdbeben und was da geschah. Es lag es ist Jesus唔該曬 Dominic， 唔好係。的確咧，喺之前《眾讚歌》嗰段咧，而家變咗冇伴奏，咁再聯絡佢下一段咧，嗰個對比係非常之強烈嘅。係啊，冇錯，多謝你。咁而講到強烈咧，真係唔可以唔提就係《受難曲》結尾嘅地方啦。咁兩套巴克嘅《受難曲》，其實嗰個嘅氣氛咧，亦都係好唔同嘅喎。結尾嘅時候。冇錯啊！大家會先聽到約翰《受難曲》嘅結尾啦。對我嚟講，佢係一個比較放下嘅感覺嚟嘅。成個約翰《受難曲》反而佢嘅過程入面，佢好多描述翻耶穌去經歷呢一個死亡嘅時候嘅片段，都好激烈，好戲劇化。但係反而去到最尾嘅時候，佢好似真係好好咁樣消化過、經歷過嘅呢一啲嘢，然後佢嘅歌詞都話。請你好好休息。咁我都相信係無論好似係想鼓勵信眾，喺嗰一刻個反省，好似係無論對佢自己生活上面嘅痛，一啲要覺得要逝去嘅嘢，係借住耶穌嘅死亡都可以希望去放低一啲嘅痛苦嘅感覺。嗯，我哋又請你哋去預備一下，聽下大家咧同唔同意呢一個感覺。好啊。
唔該曬 Dominic。冇客氣。嗱，咁我哋聽過咧，就係聖約翰受難曲嘅呢一個結尾嘅地方啦。其實聖馬太受難曲咧，佢本身嘅編制就大啲嘅，咁個感覺咧亦都係即係更加長啦。去到結尾呢一個部分咧，好似都秉承住之前嘅氣氛感覺。係啊，冇錯，聖馬太受難曲其實好有趣嘅，我覺得佢比起聖約翰受難曲長啲啦。但係反而咧，佢喺個過程入面又會聽到多好多地方係，都好似係會突然間停低去自己同自己做一啲情緒上嘅梳理咁樣。咁但係反而去到呢一個結尾嘅時候咧，佢又冇呢一個約翰受難曲嘅釋懷嘅感覺咁大嘅喎。佢嘅歌詞大家都會睇到，一陣間你都會聽到。佢話我哋大家坐埋一齊。為呢件事繼續不停咁樣去流淚，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又係對死亡、對耶穌嘅呢一個經歷，又係另一種體會啊。嗯，事不宜遲，請你為我預備一下。唔該曬林浩恩，星飛合唱節嘅音樂總監。當然亦都要多謝台上多位樂手同埋歌者啦。一連五集為你介紹巴克受難曲，希望之後亦都有機會為你介紹更多精彩嘅作品。